walk around until I found someone. 现在下午茶时间，我们到这公司顶楼来休息一下，拿了一点水果，蓟城吧好像是。现在我们要一边吃下水果，一边在这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再接着下去做事情。摇摇椅，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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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幼儿园的小包子是一个接不走的娃娃，真的，他就想要当在幼儿园最后一个被接走的吗？现在都已经快五点了，都还不走，其他人都走了都。他让爸跟他转转，他要转转。哎呦，娃娃。今天晚上晚饭我要做这个西红柿牛肉馅的饺子，其实。第一次用西红柿做这种饺子，不知道味道怎么样。我看了一个配方，就是你先要把那个水放在肉里面，然后再放这个西红柿蘸饺的话就会比较好吃。然后今天买的这个现成的，这个在亚超买的，这个牌子的还不错，我要用这个来包一个，因为今天刚刚下班就不想自己擀皮了，所以这样比较简单一些。我要开始包饺子啦。好啦，包了这么多，这些买的饺子的皮包出来就是都这样的。但实际在四川，大家都吃买的饺子皮，在四川真的很少有人会自己擀皮的。然后这还包了几个比较奇特的造型，随着感觉走的，吃上去好像抄手，就像是清汤抄手一样。嗯，慢点。Lenny， 是谁在里面呢？ Lenny 啊，妈妈在陪 Lenny。Lenny， 你打个招呼嘛。那个，嗯，含蓄的打招呼方法。哎，宝宝，姐姐，小包子要准备睡觉觉了。他穿的是连体服，看，连脚都连在一起的那种，要准备睡觉觉了。宝宝晚安，晚安宝宝，宝宝晚安。早上一出门又在下好大的雪啊！现在，昨天晚上是
这个冬天，昨天好像是这个冬天芬兰最冷的天气，-25度吧，差不多。Mickey， 哇哇，你要哪个？你这个米老鼠啊，你要带到幼儿园去的吗？是。妈妈拿吗？问你小熊，你喜欢哪个？妈妈把这个 Mickey 也拿着嘛，好吧。爸爸在，哎，爸爸在扫雪呢，把车上的雪扫干净一下，我们就要开车去幼儿园了，好不好？看这个雪下的有多快，刚刚去把小包子送到幼儿园，也就几分钟时间吧，回来这车上面全部又已经全部铺满了，都已经。Joo, tuo laulaja ääni on aika erikoinen, sellainen vähän niin kuin joku hyvä viini, sellainen niin kuin, vähän hyvä viili? Viini. Viini, ooo. Oh. Se on vähän kuiva, mutta sille sellainen makea.包子哥说的 JJ 的声音像是一个很好的酒，听上去有一点干，但是有一点香醇甘甜。哇塞，这个humor comedy 总结的非常好，我觉得 JJ 的声音真的超级好听，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都接到小包子了，现在他在幼儿园里面。这小孩在干嘛？还在给我们吃外面的车车呢。咦，小包子在吃雪。哎，宝宝不要吃。哇，什么声音？有点慢哦，没有画很快。我以为。好玩不玩？好玩不玩？你看你滚的，你起都起不来了都。我们已经在这玩了很久了，小包子不走怎么办？在线寻求答案，他不走怎么办？你要走不走啦？要不要走回家啦？不要。我感觉还可以在这玩一个晚上，好开心。回家啦。Hello， 爸爸，你在跟大家看你吃面包吗？啊，在给你做饭呢，先给你吃个面包。发现小包子居然有双下巴，你的双下巴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下面这个，嘿嘿，下面的双下巴。黑面包好吃吗？小包子怎么这么喜欢吃牛油果？没有，超级爱吃牛油果，他吃了好多了，吃这么多会不会不好啊？超级爱吃牛油果。阿布嘎多，今晚的晚餐是土豆烧肉，我做的是这种不辣的版本，因为小包子要吃。还不错，味道我觉得。你觉得好吃吗？他勉强的笑了一下，假笑，这个是。妹妹，干啥？哦吼，咬不动吗？是不是咬不动啊？咬得动吗，宝宝？又跑回去咬啊，接着再咬一下，是不是有点硬啊？是不是？哈气哈气，小包子放的屁哦，不是我。在看什么呢？棒棒姐，在看书呢。我们吃了粥，看书吃了粥就要准备睡觉了。
刚才买了一些土豆，是197号，然后芬兰的超市它都有这种称重的，就在这上面找197号，拿着出一个，这个就是我刚才买的土豆的价钱，然后自己放上去。这芬兰这边它都没有售货员的，都是自己放。哇哦，这个看去好好吃哦，这个是芬兰的一个假，哎，应该是节日吧，拉斯卡布了，就是这种面包里面加了一个厚厚的奶油，在这一块全部都是，有点想买怎么办，但感觉这个好胖人啊。我们家的力量担当，一手抱娃，一手拿金刚刚在超市买的东西。你重新拿本书过来，妈妈给你念吧。那个、哦、你要圣诞的这本啊、哦、这两本都是小包子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它里面可以自带音乐，然后你按到哪一页它就会放旋律，然后你可以跟着一起唱的这种。一哈哈 100 stars 一哈哈波嘿呀啊那嘿哭嘿呀啊嘿嘎地萨嘎啊嘿嘎里斯达嘎。今天晚上周五了，我要做一个今天晚上看电影的零食，麻辣牛肉干。现在我们家的普通的油还没了，我还拿花椒油炸的，哈哈哈哈，不知道出来的味道怎么样。上午我们还做了红薯条，就自己切成片之后，让面上撒了一些椰蓉，然后放到烤箱里面去烤的。小包子喜欢吃红薯，好吃不嘛？好吃吗？好吃呀、啊，嗯，甜甜的，对。再给你点，喝吧。还是没有啊。好吃吗？嗯，好吃。真的吗？嗯，想病，我的老肚里想病，咋样？爱卡肚里的，我下去一点嘛，就肚里的肚里吧，很热很美。嗯嗯。Good morning， 大家，今天是星期六啦，咦，小包子出来了，现在下雪。我们今天现在要去一趟大苹果，是一个购物中心，要去那里还书买东西，因为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就要去中国啦，我们就要回国了，好开心。然后下个星期我要上班，应该没有什么时间啊，就是买东西啊，就是购置回国需要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这个周末就去把该买的都买了。嗯，我还有一个星期，感觉时间超级快，下个星期天，嘿，不要吃雪吗你？你怎么会喜欢吃雪嘞？现在又是这么多雪。在上一个视频我给大家发了一个，就芬兰的考古，芬兰的考古是只能够挖出车，就从雪下面挖出车，其他什么都挖不出来。到图书馆来把书还了，这里还书挺方便的，就比如说你是在市中心的图书馆借的，你在任何靠近自己的图书馆都可以还，就不需要到那个你借的图书馆去还。对，把这个两个还了之后，我们现在要去趟 H&M， 把不需要的一些衣服，然后做到那里给他们回收，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一张券。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之前不穿的这些衣服来做断舍离，
就你把运到这些，比如说像 H&M 这样的话，他就会给你一张卡，然后你之后买东西，给我，就是这样的一张卡，然后你之后买东西的话就可以打15%的折，这还挺好的，就是废物利用吧，这些不需要的衣服都可以做回收。我在油管上面有一个评论是应该是我在所有的负评里面我最伤心的，而且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很伤心，我哭了的。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因为我是想在我的视频里面给大家多传播一些正能量，就是开心的，因为每天都应该过得很开心嘛，就没必要想这些。对，我们现在去逛街了，跟着我们去逛街吧。小包子买了一条牛仔裤，原价是18的，现在打折到8欧，这样的一条牛仔裤。今天中午来吃这个婆婆妈妈，是一家中餐馆，我还没试过，去跟试一下。芬兰中餐馆的物价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宫保鸡丁16欧，16欧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钱？现在60多块钱，是60吗？80多？什么多？80多？100多？100多吗？这数学太差了，100多块钱吧，一个宫保鸡丁，哭了。菜到了，包子哥点了一个鱼香茄子，这个还不错哈。这个麻辣鸡，但啥子这种是不得水的噶，它就是比较干的，它没有水，它比较干。哎，放在小包子面前，它是不是要吃啊？我觉得茄子看还是可以，感觉是炸过的那种吃。这茄子看上去还是不错，我们来尝一下。虽然已经很漂亮，我随时准备好迎接这场较量。你不用聪明，虽然已经很聪明，在不一样的时间和你看一样的风景。你不用假装，其实你不用假装，在伊甸园里你演夏娃，我演亚当。你不用。我们现在在这家吃饭，但发现这家有一件事情特别的搞笑，就是他的这个水要给钱，而且他这水不是说你买了90分，他是90分，然后他算一个人，就是不是说你买了90分可以得到这样一瓶，而是你可以得到一个杯子，然后你如果要喝的话，他就要给你算这个钱，就是这一点真的挺不可思议的。他们两个今天居然穿的同样的衣服，看你们俩就跟双胞胎一样。你还在玩你的猫咪，你过去找他好吧，你过去找他。我现在在这儿，那个哦，这个看起来不错，这个在书店，它好多书都在这些童书啊，这些在打折。我们来给小包子选一下有车的这种。现在这个地方它卖书是在打折的价钱下还要再减40%，超级便宜。给小包子选了2本，一个这种汽车的，还有一个这个有声音的，可以把声音给按出来的。这个感觉画的是丑了点，但是应该他会挺喜欢的，就是了。给你买的新书，刚才喂，你看这里好多小动物哦，感觉他更喜欢这本，写这本还要便宜一些，因为这本很多车，然后这里你还可以按声音，他就有不同的声音出。对，哎呦，他在给我看那本书。你喜欢这本吗？姐，那妈妈给你看呐。今天还给小包子买了一个这个连体衣，也是 Rima 的，然后是98号的，他现在穿应该会稍微大，明年冬天就是今年冬天应该还比较合适，现在穿目测应该会有一点大。这个图还挺可爱的，这里有狐狸。然后还拿了一个现在手上的这个是我朋友帮我买的，在国内买的，这个是娇兰的复原蜜，这个我看到好多博主都说非常好用，所以说买来试一试。早上好，现在我们在吃早饭。今天的早饭是这个咖喱那比拉嘎，然后还有我们在面上放了一些煮的鸡蛋和牛油果的这种混合物，可以放在面上，就是裹在面上吃，有点像面包一样，这样吃还挺好吃的。你想包？你想包里一些？是耶，那你？比巴，比巴，你想 tractor？
是耶，来你用你，嘣嘣，你什么宝？爸爸。木宝。弟。是耶，来你。哥哥。嗯，来。哥哥。嗯，是耶，阿木宝。哟。嘟嘟。啊。Yes。没了，小啾啾没了。没了，把那个取了，你现在就是短头发了。Yes, yes, yes, 妈妈取了哈。Yako, so that boys, 把那个取了。哎，短头发了。我现在像男娃娃了吧？短头发的小肉，那短头发了。小包子在吃酸奶，吃的脸都花了都。哎呀，衣服上都滴着湿了都。之前大家说为什么不给他戴围兜，因为他现在不戴围兜。应该戴围兜他自己得取，是吧？就只有吃完就给他换衣服啦。哎，刚才给我抢啊！哎！这个是给小包子吃的，就是这种。大家如果在芬兰的话，可以对，可以尝一下。这个是有机的这种土耳其酸奶，就是比较固体。你看它咬的时候都比较固体，然后小包子很爱吃的那种。肚子上也有，你看你肚子，自己擦。姐现在摸着它，好像有一点烧，不知道是不是发烧了都。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哪儿都没去，在家让它多休息一下。Good morning， 大家。这样我们刚刚今天早上起来，小包子就拿着这本书不放，现在我们要打算送他去幼儿园了的。你拿着这个书的乐趣是不是就是这样按哪听声音？是的，宝宝说是的。哥哥。嗯。Hello， 大家。小在小。我都爱你。他说我的声音奇怪，那你的声音才奇怪。Hello， 大家，我完了。突然有一个同事从边上走过，用异样的眼神把我看着。他们幼儿园是，就是我们给他约的时间是4:30去接他，然后5点他们幼儿园就要关了，但是每次去接他都不走，每次都不走。然后每次我们去接他，就不是说那种像其他小孩你接着就可以带走的那种，他就是接了他之后，然后我们就还要陪他在幼儿园玩很久，一直玩到他都已经是最后一个小孩了，然后他都还不走，不知道他就是不走，对，他就是不走。哇，现在外面雪下的好大，镜头里好像不怎么看得出来感觉，但是现在真的是风大雪大的，现在天气好糟糕啊。现在这种天气，我就是最不想在外面走路的那个人，在车子里面坐着舒服多了的。不知道小包子他们那边怎么样，像这么大雪的话，希望他们不要在外面玩，因为有时候下很大的雨，他们老师都会带到外面玩的。现在快点去接他。接到小包子了，今天老师说他今天在幼儿园都没有吃很多，就是老师都说就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每天在幼儿园他的胃口都是很好的，就是感冒了都没有什么胃口，今天晚上得想一下给他做一个什么晚饭呢。哇，大家看一下这个雪，现在这个天气，我感觉好像闪灵里面那个就是被困在的那个酒店里面。今天这天气真的不好，今天刚才接到小包子，现在我要回家去给他做饭去了。给爸爸，对，帮爸爸清碗呢。咕咕给你们也玩一下，来咕咕，来放在你自己脸上，来现在。
小包子喜欢吃这个，嘿，喜欢吧？喜欢吧？你会不会比耶？我刚才在叫他比耶，会不会比耶？两只手指头，两只，只要两只，好吃哈。他吃的这碗里面有蓝莓、草莓、覆盆子，还有那个沙粒，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维生素 C。现在每天都给小包子做一点，希望他的感冒能够快点好起来。什么声音？你还吃的舌是舌的。昨天发的新视频，好多小伙伴说这个雪像奶油蛋糕，现在我看到这我也觉得有点像奶油蛋糕。刚才炒的这个牛肝炒好了，其他是牛肝，因为芬兰基本上在超市买不到猪肝，都是牛肝，所以我拿牛肝做的这个，好嫩啊！哇哇哇哦，超级嫩，我炒的，嗯，好吃。明显感觉今天的温度就比那几天温度要冷一些，你觉得冷吗？对，他穿的比较厚，他现在今天穿了四层。里面的室内衣，然后一个 merino 的羊毛的连体，再加了一个防风的，然后外面这个外套，然后还有围脖和这个帽子。今天真的是比往天都还要觉得冷一些，应该比那几天还冷个差不多十度的样子吧。我觉得前几天都是差不多零下十度，今天有零下二十多度现在。现在还在幼儿园呢，小包子还在这玩。哔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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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that same evening， 这小包子刚才流血了都，刚才。他的嘴皮那个地方流血了，他衣服上面也有。因为刚才从那个栅栏，因为我们楼梯上面不是有个栅栏嘛，然后包子哥下楼的时候，他没把那个栅栏放好，然后他就下来找爸爸，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栅栏没有栅好，然后他一推，他就从那个楼梯上面滚，也没有滚下来，他就从那个楼梯上面掉下来了，就，哎呦，他脸上好像也撞到了是吧？幸好没事，吓死我了的呀！哎呦，宝宝好坚强哦。妈妈都想哭了都。给你冰一冰，是不是太冷了？冷不冷？我脸脸的冰冰。你看，你看，你说我手上的这两个东西好看吗？我的。嗯。那还有只小猪猪呢，那还有只。妈妈。咚咚。今天我们去中餐馆买了一个外卖，今天给晚上加一个餐。尖椒肥肠包。这个超好吃的，我上次去那时候我觉得好吃，然后这个是 ,hello, 然后这个是鸡肉虾仁还有玉米，这个主要给小包子吃的。他现在吃这家的肥肠处理的特别好，一点没有腥味，不是腥味，就是那个味，屎味。哎，而且有点辣，还炖的软软，超好吃。你好棒啊，你今天，你看他全部都要吃完的都，这碗饭给他咬的，他把它吃完的，然后这盘菜也基本上全部是他吃的，我应该就只咬了两小勺吧，就。你好棒啊，你今天，给你鼓掌，给你鼓掌吧。真棒的宝宝，你好棒啊，你今天棒棒的，你啊天天吃饭都这么乖哈。
美，你又把你爸的手机拿着啦？啊，他那天他居然拿了我的手机，然后自己把那个照相给解锁，居然照了张照片，居然不可思议，我都不知道怎么照的。然后我后来我发现我的手机里面，咦，这谁照的？发现居然是他自己照的，把自己照脸真的照得跟个包子一样。今天中午在公司吃的汉堡包自己可以选择，我觉得这个料超足，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搭配的？这个是 Hello 大家，我现在刚刚下班，今天已经是星期五啦，现在我在回家的路上，因为今天包子哥他在家带小包子，他小包子没有去幼儿园今天，然后我就自己来上班下班。现在我打算坐公交车回，有点小激动小忐忑，后天就要回国等明天我们还是在家，然后明天在家收拾一下行李啊那些，准备一下要回国之前的一些东西，然后后天下午的飞机。现在我在这里等公交车，一会儿和他碰头了之后，然后我们要去一个地方看有没有打折的玩具给小包子买。哇，我现在在车站这个地方居然有中国庙会的广告，哎，这个每年都有，这个今年我参加不了了，因为我要回国过年。呵呵呵，我看到小包子了都，他妈没看到我。爸爸，爸爸，你脸就那天撞青的是不是？啊，妈妈进去买个药哈，你等着我。哇哇 ！My God， 这里减70%！天哪，杀进去！小包子已经把他把他的这个东西已经自己拿着了。这真的人超多，你看他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减70%。现在，所有的玩具现在，哇，我现在已经疯了。哇，这个好吓人啊，这个。我给小包子选玩具。我们刚刚到家，这个是小包子选的，所以我们家里面其实都已经有两个了，你看我其他的 vlog 就知道已经有两个，但是他当时就是真的是坐在这上面跳舞，你知道吗？然后包子哥都说简直不能控制，必须要给他买。这些就是今天给小包子买的，这一个恐龙是他选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下面是一个直升飞机，上面车还有一个摩托车的，又可以发出声音，这个他也很喜欢。然后这一个唱歌的，上面有键盘还有话筒。然后这是一个佩奇小猪的厨房，这个厨房还挺好的，里面配套好多其他东西哦，杯子、碗、锅还有勺子什么的，夏天呢可以放在我们后院，让它可以办家家，我觉得这个应该挺好的。他又特别喜欢佩奇小猪，而且是我买来送人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可以认识字母，然后它需要把正确字母放在正确的位置，就有点类似于像拼图这。哎呀，喜欢好喜欢！你说有可能不给他买吗？真的，你看他已经喜欢成这样了。所以说，虽然说我们都已经有俩了的，但是必须给他买这个。包子哥都说没有办法，必须给他买这个。开过来，来啦，小包子！哦，你撞到我的脚了，大哥，我吓吐。包子哥刚才说，他说有这个的话，谁还需要圣诞节呀？一次给他买了那么多玩具。今天晚上的晚饭，烤鸡腿、烤鸡翅，感觉好吃哦，我自己腌的料哦，看起来不错吧？嘻嘻，好香，好香，好香。我的未来，未来，看好我的脚步越来越快，这是我的未来，未来，踩着越来的节拍。节拍全都来自我的嘴里，我的家乡 studio， 我的很真很少会去飞来飞去，像超人般的威力，我的飞得跟不上我轨迹，我的 red light red light 踩着 red light 的节拍节拍， make it rock make it ring， a patient danger in my bling， chain the traffic too much walking through the sink， what they say never gonna rig us after to the game， fly the jig 光就轰空摊开敞开 to 北京，中国人留着中国学问一直往前走， starvingSo 韩国怎么吃也还不够 Drop it low Asking for my tummy Rising more than
这场 rap game 也不会是谁，根本无所谓，我以前恨我现在对我 follow， 没有太多空闲，我的位置未必是重，是我的思想和自由的不被不受控，只用时间证明我的一切。 Oh man， 黄皮肤的荣耀围绕在我周围。再唱一遍。Naked rock, naked ring, a vision in the sea, my brain. Channel drink me too much water, it got sing what they say. Whenever good breaks after the day. Fly a jet, 光着望着晃的 Hong Kong to Beijing. 中国人留着中国血，我一直往前走。Starving, so hungry, 怎么吃也还不够。Dropping low, asking for some more. 今天朋友说我的名字 ，All you gonna know， 我是中国九零后。嘿，快点夸我。Amazing, incredible.Wonderful. 鼓掌，你也要鼓掌，耶、yeah! ！在这里，我就要结束今天的这支 vlog 了。后天我们就要回国了，就所以说，我现在在这里结束这支 vlog， 我就要开始剪这一支 vlog。我看到最近有人在催更我的视频，不是我没有剪视频，而是其实我多剪了四支视频，就想要在回国期间。大家有视频看，所以说我在回国期间可以放在 B 站上面，大家可以。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这支视频，我们在之后的视频再见吧。还有就是大家在看到这支视频的时候正在过年，对不对？所以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快乐，猪年吉祥，猪年旺旺旺，猪年行大运，猪年吃好睡好身体好，对，爱你们，希望大家新年快乐，拜拜。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七不转面容不改。